嘿嘿嘿，因为讲到嘿嘿嘿，我就会想到小哥的经典笑话。我追你，哎呀，我追到你，我就把你嘿嘿嘿。啊，这个笑话跟这一段有什么关系呢？是啊，没有关系。啊，我是今天这个非金发四美合唱团的主唱 ，OK。我刚刚演唱了这首 What's Up What's Up 这首歌，我没有唱上去，因为我很久没唱了。OK， 不要怪我，这首歌这个是在全球的这个 YouTube 上的点击率是14亿 ，OK。14亿是多么惊人的数字！昨天我看了，是全世界排名第71名的 video。请问你全世界第一名点击率是哪一首歌？我知道是吴宗宪的《我会想你》。不是吗？不可能的，是吴宗宪唱的《Baby Shark》。70亿，第一名。小朋友都会repeat。今天才知道原来是你唱的。OK， 我唱过。OK， 你唱过这个歌。那今天呢，有人要来唱我唱过的这首歌。这个团体呢，他们跟嘿嘿嘿是有关系的。因为他们是嘿嘿嘿黑旋风。他们带来的歌名叫做《同胞都是这样生活的》。我们来听一下。欢迎黑旋风。帅的、美的，还有土的、歪的。长那样不是故意的。阿龙也带了他的朋友，还没开始介绍，就一直的啦的啦哦哦。应该是平地朋友。小明在飙高。Yeah.
对，很会唱哦，超厉害的，对啊，和声也很棒，天哪，主唱已经唱得很好，哎，这个和声，和声很棒，还直接再往更高了，对，刚刚陈大天刚刚唱到这个这么这里而已，是就已经逼车，哎，来来来，真的唱，前面铺陈的真好，我刚是忙着看那个歌词啊，就刚刚那个和声，我以为是宪哥唱的，哦哦。有，我也有唱，有唱，有混一点，有混一点。但是我们这种假音，它是用真音，它用真音直接冲的，它真音可以唱到 C key 的C key 的 C B 的音，两点 B， 两点 B， 对，两点 B 已经吓死人了，好厉害啊！要不然你试试看，原曲了啦。在部落里面，因为他们两个都姓杜，是是是。然后后来我是后来才知道他声音可以这么高的原因。有一次我们这个表演完毕嘛，在麦卡拉轰天了，对对对。啊，结束以后我们要换装去吃饭嘛，他在换裙子的时候我才知道。都姓杜，因为他们同一个部落嘛，我们不同部落，台湾族，但是我们都住在屏东，屏东我们还不同族，我台湾他卢凯，哦，是刚好同个县这样子，对，我们那边姓杜的很多，有时候你走路都会踩到，踩到，哦，那么多啊，还有他在地上干嘛？又是姓杜的，为什么会踩到你啊？刚好有一个姓杜人跌倒，然后他们因为他们两个人呢很辛苦。但喜欢唱歌的孩子，是永远是会有机会。他们就是姓杜，哎，取了一个艺名叫渡过难关。哎，新的团名是真的，后来会简念嘛，叫渡难二人组。